林万九不是一个真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，真简单。国民党这辛苦立委这条呢，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呢，庙小世间妖怪真济，这拢虎狼霸彪呢，讲因国风自豪哦，是美化一句啦，这国路呢牛鬼蛇神，我偏惊压未掉嘛，因为党边惊压未掉嘛，归去哈，安怎鸵鸟政策卖亏啦？啊，其实个卖亏，你若安尼就卖算就好啊。对吧？像迄只嘛，土城的罗家新呐，国万一计划叫伊，万一计划再来报道安尼哦，土城都民国改算呐。你讲别一栋独大，别一栋独霸，像安尼坏草家就炸，安尼这么高算，该应该破算，都爱破算，一工都爱破算。啊，即个刚才去挂保险的人哦，结果动几分钟哦，给动两分钟啊，保险两三百，哦，啊，就是这个情形啊，就是这个情形啊。一个讲因这个号称讲。全国上大党的来讲，后壁国会拢是主宰，你看吼、哦，偏少偏少呢，哪有人安呢？吼、哦，会使讲高呼因支持的人，高呼地方，计划过立委也空转，高呼人对伊选票的期待，因安尼讲对人民的啥，成本上少，寡人给烧金啦，黄鼠狼给鸡拜年啦。其实听众朋友，咱来跟咱的其他有得甲国民党有啥关系讲？讲啊，望多一个未使，望蒋介石未使，望蒋公、蒋经国安怎？起码得望安怎？望马英九，豺狼当道啦，安稳扶理啦，对不对？头前是只野狼啦，这个吃人吃肉野狼，遐打掉啊，这边是狐狸啦。你看马英九一种以狐媚要取天下。展出蓝色的本质，伊毋是一个帝国的迄个能力呢，是靠一个卡马拉费斯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有遐尼济迄个俘虏吼，来看到马英九哦，飞蛾扑蛾都安尼，都打起都要精呢。吼、哦，我感觉都去看个都有真济查囡仔查某人吼、哦，啊，无晓得家己的身份，都甘愿要做这个代志。卖讲伊是中国啊，是台湾籍的啦吼、哦，咱就感觉讲，其实咯，两字啦，上了下然。了然啦、啊，那个实在是了然呢。所以李文铁的这个表态去挺贾长廷，果然哦，引起南军一定的攻击了吼。啊，甲指控讲伊代言乌心商品啦、啊，意思就讲，这就是变啊乌心啦、啊、吼。应该知影讲外口哦，人伫议论纷纷，你内底敢袂愧疚？吼、哦，内底敢袂愧疚？我咧想讲，那咧阴山阴水安尼吼，安尼像水金山寺安尼滴。几趟多，开三亿、开两亿、开五亿，安尼伫拼立委，这个维度适合伊国民党嘛吼、哦，所以国民党这个文化就真趣味。啊，若真正讲像吴敦义秘书长讲的，啊，李文廷院长遐尼无在情嘛，无啥影响力，恁也会使接受记者访问，点点就好嘛，点点就好啊。坦白讲，啊，拼伫南军的眼中吼、哦，是恶心相片，对啦，因南军那么叫阿拼啊，叫下三滥。其实大家拢在人尽皆知啊！啊，是安那人一个杀鸡平民做总统，就敢叫下三滥啊！因做的就是普罗的吼，因做的人就是拉克斯哦，所以就是迄种哦，大中国的优越感，才让恁感觉讲，咱今仔日虽然是执政哦，咱为什么咱下头要阁捡两支路财？大中执政迄四字下掉去啊，咱下头的路财吼，安怎提不掉嘛？你像蔡虎这种的，跟清标因这种的，吼、哦、啊，郑太基因这种，因这嘛都台湾人啊。但是甘为作为国民党中国集团的鹰犬，甲什么马前卒，安尼来欺压台湾的主体，欺压台湾百姓，对不对？所以吴敦义讲的，对不对？讲伊拢唔对，李文廷那唔对，李文廷支持是台湾嘛？李文廷安怎？担忧是台湾嘛？李文德伊知影讲伊的血脉流的是台湾嘛？这是正统马路正所有上标准的一个行为，甲一个迄落嘛。但伫多数选民内底，对国民党这种物件，咱就是无同款的看法嘛。啊，那无2004年，李文德也无站出来挺阿扁啊。但是阿扁啊，就过半的选票获得连任呢。我要听众朋友讲吼，听众朋友讲。迄当阵因犯哪个免税嘛？伫倒位啊，都一定雷根的话来讲啊，讲啊，你雷根迄当阵你竞选美国总统，有问一句讲，你过得比4年前好吗？台湾人民了不起嘛，对不对？了不起，唔是讲因为过得无好才支持台湾，唔是安尼呢？是因为台湾人民也要分辨迄个是非嘛。甲雷根他做10多年下任了，伊个国务卿海吉曾经接受 Discovery 的专访哦，海吉国务卿就讲其实雷根是无什么能力。但是伊会当甲一个总统演了真好，起码咱来看雷根这个特质来适合马英九嘛？
马英九嘛无适合，为虾米？马英九吼，其实嘛无什么能力吼。你看一个英权啦，吼，6亿外啦，吼，梁山西啦，吼，马那那个猫男啦，吼。所以所有代志吼，包括饮水啊、饮死人啥，你都会当看出来讲，伊除了铺地砖以外吼，一无建树啦，吼。伊不但无能力，甲瑞金同款，伊阁无法度演啦，无法度演。所以你个看讲，伊两门有出什么代志？我是早上看报纸才知道，这些马英九的边缘呢。我是下午看报纸才知道，我们回去会再商议哈。哎，我看报纸，一个看报纸才知道的候选人，你想一想，阿强啊，有一天派兵攻占金门，派来的恒春半岛啊，伊咪甲你讲，我看报纸才知道哈，我看报纸才知道，这都符合哈，一再。清朝末年，更当一个两广总督叫叶明琛呐、啊，好、哦，迄、那个琛就是玉溪平，搁一个深水湾的迄个深水清的正平，伊是读做深呐哈。叶明琛，你这个英国的迄、那个尊长伊立功，要招伊小见，伊讲我白见，招伊谈判，讲我白谈判。哎、欸，伊立甲讲我明仔载要拍，伊还在困呢。啊，拍入去了，英国人拍入去，更就像个俘虏起来哦，伊个买导航，到尾个送去印度，嗰啲罗亚夏正气哥表明，伊都是啥文天祥，迄就是啊，阻拦呐，阻拦个唔在见效的人，所以你也知呢吼，这种吼情形哦，你当看出来讲，李恩特是对国民党的本质，甲对马英九个人，或者是国民党迄个官僚文化所衍生出来官场的文化，甲伊操作政府、操纵民意迄种手段，他知之甚详。因为伊是20世纪过来，甲21世纪的人嘛。伊虽然已经60、70啊，但是伊读个无敦啊。卖讲伊提个诺贝尔奖啦吼，伊你阮提迄种吼，这个德高望重的声望，伊知影讲吼，伊嘛矢口如金呢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今仔日无着小罗讲这个身份的重要性吼，再处。发音呐、啊，这个是甲拄啊，我哩讲迄个故事，为黄鹂鸟讲的说不忍心耳啊，因为伊是我的葫芦沙岛，因为我是我的故乡嘛，对不？台湾是我的故乡，台湾我的故乡都是台湾人，爱家己当家做主嘛，是不是？因中国人一家已经讲糟蹋50年啊嘛，所以真侪台湾人伫感谢讲啊，因国民党哦，伊早都。什么人哦，都伫遮安尼创了真好哦，拢敏感感谢。迄个物件，那是你台湾人家己拍拼，搁再来国际局势吼，因为行情越前的开大，只需要国民党有一个空前的机会，搁加上美元来个台湾，因为被贺主共产主义向日本西窜，所以一定安尼做。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，因为领前的开大，所以直布罗陀海峡、马六甲海峡、台湾海峡。因而得到高度的重视，是所有的国际情形吼，地处个台湾迄当中哦，显出一片蓬勃发展呢。再加上伊用强烈的手段，3500建筑、经济优惠点，牺牲少数地主的利益来造福大多的啥农民啦、啊。安尼讲哈，安尼内外有一个主观客观的因素在迄度呢。真济人感动，伊讲马英九的 long stay 啦吼，啊，今嘛都甲贫困在一块，你感激贫困，可以30年前就感就怎么样，就关心嘛吼，啊你讲啊马英九哦，今嘛台语进步真紧哦，啊都安尼上好啊，甲今仔日台语进步真紧，免半年台语都学到3500，是安那50年来马英九半句台语都不晓讲，难道这个半句台语不晓讲，是伊应该爱面对台湾老百姓？是300句，是3000句的唔对吗？啊，今仔日伊那是有心要伫台湾经营，有心要伫台湾发展，那唔是遐尼高高在上，因为因外省啊、中国啊族群都优越于台湾国的国民的时阵，伊今仔日早台去都学遐嘛，今仔日都是因为伊要选一个总统，所以成为因老爸甲号这个名，永久那是九五之尊啊，都是。伊写出来，因岛的人就认为讲，伊后摆就是变啥，要统治台湾，要奴役台湾嘛。好，所以用迄个传统封建的迄个名，叫九五之尊嘛。所以知影讲，伊内底有一挂吼，真无好的这个底路就对啦吼。好，所以今仔日来讲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吼，我都讲用微博先知来去看嘛。当做媒人。嘛唔知讲，我今仔日因这对夫妻翁仔某结婚的时阵，我唔知因老爸是唔是幸福嘛？今仔日咱去讲证婚，我
有向振奋的这个经验。振奋我嘛会知讲好话来看因的这个简单的小概，知因的背景嘛是适当个祝福。至于后摆因是毋是安怎时阵吼，我想迄个婚姻的过程里底，也过是真正复杂啦。大家拢有经营家庭，拢知影。不是那么简单呢，吼、哦！啊，用这个物件来徛立完成，何况阿扁啊，在台湾人民的心目中，甲第五顿二马英九，因国民党的心目中是有一个啥真大分量，吼、哦！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吼、哦！而且。